翻嚟香港，歌手魏俊生 Jeffrey 为一个慈善晚宴担任表演嘉宾。他接受了我们的专访，分享最近推出了新歌《失约巴黎》，MV 更加自资几十万，远赴法国当地取景拍摄。Jeffrey 自己都好开心啊！有预告，嚟紧将会仲有一首歌曲会推出啦。诶、哎，系啊，今次我自己都好开心啊，因为其实系即系《失约巴黎》呢首歌系自己第三首嘅作品啦。咁、其实我都觉得系。一個自己紀念嘅嘢嚟嘅，即係我覺得 MV 對於我嚟講，咁所以係，我覺得去到巴黎拍攝都係即係記錄咗自己唔同時段嘅自己啦，咁所以就我覺得之後睇翻會覺得好開心同埋好滿足。喺拍攝當過程當中有冇啲難忘或者趣事發生啊？其實法國咧原來咧係冇 ice americano， 因為我平時好中意飲。凍齋啡啦，咁但係原來佢會俾杯熱嘅齋啡你啦，跟住佢會另外俾兜冰你，所以幾好笑，即係呢個係幾得意。